现在在一座很吵的教堂旁边，它这里面是可以拍照录影，不过要另外付钱，所以我在教堂里面就没有拍。然后这是我刚刚搭火车到的车站，它好像就是 London Bridge 站，它是座尖塔，不知道是在尖什么尖，蛮酷的这个设计。看一下上面，好，它到底盖好了没？应该盖好了吧。然后这座教堂真的是蛮吵的。英式的教堂跟法国的教堂真的不太一样，设计上面真的是截然不同。继续吵，继续吵，教堂继续吵。漂亮的，他们是呈现城堡状的塔顶设计。有古怪叫声的鸟，八什么八？看背景就是 London Bridge。背景太不适合了。从这个地方看过去的伦敦蛮特别的，不同的建筑物交织而成。一样是水泥丛林，格调差很多。然后那边还有那什么白金汉宫吗？我也不知道，随便乱猜的。来就来去走一趟。教堂真的很吵。